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ankie， 今次同大家介绍的是 Leica Q 酷雪版 Slow。在这个 Leica Q 白色机开钟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先讲一讲 Leica Q 少少的历史先。其实 Leica Q 呢2015年呢已经是出产了的了，到现在已经是有三年的历史。虽然是这样， Leica Q 这个设计是相当成功的，轻便啦，大光圈 1.7 光圈的，还有够广角 28mm。平時去旅行啊，去玩啊，同埋一般日常用咧都好啱用嘅，輕便有 WiFi， 自動對焦啊，咁基本上咧而家嘅現代機嘅設備咧佢都有齊曬噶啦啊，咁而呢部咧白色咧，咁呢部其實咧係同咧2017年咧嗰個奧運嘅單板滑雪得主咧一齊去設計嘅。咁呢個特別版咧，其實係叫做official 嚟講咧，係叫做 Leica Q Slow。咁中文咧，佢譯名可以叫做Leica Q 嘅酷雪版嚇。咁呢個雪咧，其實係唔單止係代表呢、這個純白啊雪嘅意思啦，而且仲有另外一個意味咧，就係話咧空白，可以令你自己咧有一個咧想像同埋發揮嘅空間。咁我哋而家就正式。開呢個酷雪版，嗱，見到個盒咧，其實咧都係白色，入邊嗱機，其實個機頂咧同前面鏡頭位置咧，甚至個蓋咧都係銀色嘅，前面個皮位咧係轉咗係白皮嚇，咁喺個機頂咧，其實亦都刻咗咧呢個係特別嘅編號。佢只係出咗酷雪版咧，只係出咗300部嘅啫，300部啊！呢個係其中嘅一部啊，所以係好值得去收藏嘅呢部機。咁其他嘅部分咧，同一般嘅 Leica Q 咧，其實係一樣嘅，但係呢個係特別版嚟嘅。咁、那個遮光罩都係啦。是銀色的比較得意一樣嘢咧，就係條孭帶咧都係轉咗做白色嘅。咁呢個普通版嗰啲咧，一般嚟講係黑色嘅皮帶嚟嘅。而證書方面咧，其實都睇到啦。這個寫住 Leica Q Snow 嘅，咁入邊咧有啊 CEO 嘅簽名喺度。其實咧，我哋不時咧會有影片嘅介紹、攝影器材嘅簡介啦，同埋呢個攝影嘅技術嘅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咧，歡迎 like 我哋嘅 page， 同埋咧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嘅。我哋喺尖沙咀咧有兩個鋪嘅。如果你係譬如話影片方面睇完之後都係唔係好明白，或者想知道更多嘅，歡迎嚟到我哋尖沙咀嘅店鋪啦。咁可以親自解答俾你聽嘅。咁多謝大家欣賞，再見，拜拜。